这个大部分都是变压器，在运送的过程，为了预防它变压器的掉落，所以它通常都会装这些木材。那这些木材，我们之前呢，就是比如说像养猪户啦，或是烧柴的，我们就会给它烧柴。那最近可能那些大户也是要的量够了，所以很久没供养，所以这也是造成我们处理上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去拿回来，通常他们去会送去焚化炉把它烧掉。那这些木料是从这个外国来的一些那个松木，很轻，那纹路也很漂亮，是一个很好用的木料。接下来我们还要去那个横山基地，他们也有一些那个物料可以提供给民众去收取。像这个是我们都发局的社造资材库啦，啊，这边大概就是有一些还堪用的一些资材回收再利用的，啊，像这个木头的部分是我们这个基地里面就是刚好有一棵桃花心木被雷劈死这样子，对对对，啊，所以它已经死掉了，我们已经过判定死掉之后就把它切成一块一块，啊，这个也可以当椅子啊。那个窗户是怎么来的？我们这个窗户哈，这个是人家那个旧的房子，他把它拆掉之后，他就留了一大堆的这个木框的窗户，啊，看起来还蛮有特色的，而且看起来很完整，很漂亮的。对啊，对啊。我看大部分都是块木，所以它还可以用很久。对啊，对对对，他们那个房子是有在住的啦，所以他们在想说要把木窗户换成那个铝框的，这一间房子的，一间就这么多了，这么多了这样。刚好有些工程啊，或者社区他们有一些材料，他们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那我们就把他们全部集中回来这边。好，那如果有其他我们高雄市其他的社区，他在做环境绿美化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些社造的资材，他就可以来这边来选用。啊，因为窗子有一些玻璃破掉，所以我就又去割了一些传统的玻璃，然后来把它换过。那这个玻璃的压条是之前这个玻璃原来用的压条，我把它小心的拆解，让它还可以再利用。所以这样的玻璃窗看起来是旧旧的，我觉得越多这个原来的东西留下来，越能够看出它的那个就是历史的纹理。这一间是我未来的画图的工作室，那这个空间的这个材料我尽量是用再利用的材料，大概有80%左右是再利用材料，除了说我们的那个骨架结构跟屋顶以外，其他都是再利用的材料。像地板的部分是我去买的那个这个高压水泥砖的二级品，也就是 N 级品来用。那其他的那个外墙的部分就全部是用去收集来的窗户跟门。这个窗子当墙面的想法是说，一方面是这样不用钱的那个再利用的材料，另外一个就是窗户的视觉穿透性比较好，这样比较符合这个环境的需求。
我们因为人类在发展的过程，我们制造太多东西，所以我们有大部分的东西是不要，而不是因为坏掉。就算东西坏掉也可以修。那以前的人都是在修东西，现在人都不修东西，都直接丢掉。所以这样的过程都是不健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大量来使用这些可再利用的材料。我们现在货柜啊，因为都需要木栈板来使用啊，所以这个木栈板在一般进货柜的需要用的量非常的大。我们会叫那个资源回收的哈，然后夹去那个焚化炉那边把它烧掉这样子，结果你要再付一笔费用，然后请他清理你的那个废弃物这样子。那是安尼吼，这个较占空间咧较慢起去啦。吼，咱来先对这种一层一层白，像这一层一层白，这先讲。社区是我在文化局社造中心的辅导的社区，社区知道我会用那个再利用的材料去做一些生活上必须要的各种设施的，我就进入社区，根据他们计划的内容，然后去找寻那个再利用材料。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让社区参与的强度变高，大家都有参与到，而不是就是花包钱人家做完这样。最主要是我们想要做一个食堂，所以食堂里面的东西我们就用这些栈板，就人家已经用完了不用的栈板，我们希望说把它废物再利用，把它做好这样，不用再一直说就是要买一些木板来做。一般裁剪板子会裂开，那板子就不能用了，因此我就根据这个拆的这个原理，然后就自己设计跟自己制作了一个拆木栈板的神器。这一根铁它是建筑工地用的，它因为被裁断了，所以它就失去它的功能，就被卖到资源回收厂。如果没有买回来，它会送去把它熔。我现在就直接用了，这样可以减少再次加工的机会。
个木板有钉子，我们就拔。我拔了将近有十几块，拔了之后，然后又帮忙把那个铁起来，这样，哎，大家分工合作吧。那长辈呢，原本是每天都在运动，我们会给他安排很多课程，比如说打鼓啦、画画啦，哈，我们也会给他活动，但是呢，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没办法来。我觉得我们长辈有一些人是真的有一些些退化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办一个像这样的活动，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要做一个食堂。这个架子是什么用途？这是那个卖菜的，就是会把菜这样陈列在这里，然后之后我们会用，就是类似一个木箱，然后把菜可以放进去啊。然后这上面比较是属于那种酱菜类的。这个架子也是之前用废弃木板做的。对对对，这下面这个骨架的部分就是用木栈板的部分。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因为这些椅子、这些钉子，他们看到桌子，他想到说、啊，我在什么时候的时候，我有来帮忙用过钉子啊，漆过油漆啊，这样对他们来讲，第一个有回忆，第二个他可能会告诉他的小孩说，这间餐厅其实我冇到这边，哈。在哪看？啊，未去已经食咧，后摆做歹看，我爱上车咧，看上了歹。那跟社区的记忆，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多少可以留一点。像那个栏杆里头有两个那个竹头的头，那是一对夫妻他们在做素食用的。那这个是一张床，它原来是要弃置在这个社区闲置空间的这个走廊上，把它变成我们展架的其中一部分，那让大家看就是啊，就是床板，说不定他还会讲故事啊，那个床是谁的啊？然后以前他怎样怎样，这样就有故事了。这种有关于再利用的观念，就现代人来讲是觉得你花太多时间，现在人是觉得时间就是金钱，其实当我来到乡下以后，我觉得时间不再是金钱，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都会的一种价值，我觉得希望说可以影响到一些人，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是被潜在的状态，那因为有一个刺激，所以他会变成他会去执行，也不一定。